挑战祖宗三代鸡蛋捏捏。拆个超大全书 That way 走你。蛋白就讨厌举味的，不愧是鸡蛋爷爷，直接吃掉五斤胶水，造价有多高知道吧？接着是鸡蛋爸爸，一人一颗蛋黄，每颗蛋控制体重在55到65克。胶水颜色可以看出蛋蛋的熟度。生蛋，变熟蛋，全熟蛋蛋，卤蛋 ，Can kill I Henry Way。最后一盘鹌鹑蛋孙子，一半又安慰一半的味，默默等他们凝固，等待的时间正好来几颗无穷农场盐焗鸡蛋解解馋。用的都是鸡蛋爸爸同款高品质小鲜蛋，饱腹低热量追剧休闲也能轻松炫，入口脆脆 Q 弹，蛋黄也很入味，细腻化沙，关键还是自家农场生态养殖的，一小时就能入库生产，主打的就是保存新鲜口感。 I am big 拆蛋鸡蛋泥，好大好软好 Q 弹，鸡蛋爸爸一个一个捏爆，真是太治愈了，一口气捏爆6颗小鼻缸鹌鹑蛋，无穷家也有鹌鹑儿子，下次安排一个全家福。 Darula Shui 干了就是虎皮蛋蛋，可以再捏一遍。 Ye Zengji Chui Chui Di Ban La Pai Po Kai，又是一个好蛋，中秋了，我们一起砸金蛋迎好运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最幸福了。